第十三题，人们习惯用 pH 值来描述酸碱性。甲碳酸饮料，乙 75% 的乙醇水溶液，丙氨水，三者 pH 大小顺序分别是，我们的碳酸水溶液呈酸性，它的 pH 值呢是我们小于7，而我们这个乙醇的水溶液呢是呈中性，所以它的 pH 值呢是等于7。那我们的氨水呢是碱性，它的 pH 值呢是大于7，所以我们的 pH 值里面，我们的氨水最大，然后丙最大，那我们碳酸饮料甲最小，所以是甲小于乙小于丙。第十三题问我们说，三者 pH 大小顺序分别是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甲小于乙小于丙。